收到六场赛事四班千二米的泥地短途赛准备，大热门19.4元。好，你一开闸的时候呢，咁前面快的嘛，抢轮转乾坤零零四四弹了出来先啊。跟住第二位红帽红衫嗰只嘉宾大王埋面至善美出面爱顽皮啊。马林中间仲有呢只正是你啦，仲有啦内栏呢白衫就踏雪明区。咁大约尾五黄衫红帽就现代财星，后面就创基宝星力，尾二呢就四平八稳包尾就秒杀啊。过呢个800米段住啲马执埋一堆啊，系只轮转乾坤最快嘅。跟住第二位嘉宾大王出面三搭第三呢仲有爱顽皮啦，中间第四位呢仲有橙眼罩，仲有啦内栏至善美啦，喺外面呢黄衫红帽呢就现代财星第六位，后啲咁啊踏雪明区内栏，中间黑衫紫色眼罩就正是你，揈出去大外档呢就呢只创基宝，后啲先有四平八稳啊星力嗰啲马入正咗去直路啦，轮转乾坤带嚟咗半个身位嘉宾大王第二位，后面第三位嘅马呢仲有呢只就系仲有啦现代财星啦，仲有呢只呢就系爱顽皮噶，兜到你最后100多米轮转乾坤放。嚟咗咧就系一个身位都好有机会咧就一放到底噶啦，嘉宾大王咧就一路挨住呢个第二位，至于第三名咧就接近啲，仲有都保到个第三，第四名咧就有三叶马月影相、现代财星、创基宝同埋出边嘅四平八稳啊，摆前全部着数，亦都跑晒一啲泥地呢个路程好嘅马，结果咧轮转乾坤放到嘉宾大王第二，仲有第三，现代财星定系创基宝第四咧？跑法主動就係跑法主動，泥地又好，一放到底啊！16倍先達至馬房起碼，嘉賓大王又贏唔到，跑第二，仲有跑第三、第四，睇下現代財星定係創基寶啦。要影啊！要影啊！係啊！睇下捱唔捱到啦，十號就二搭四嘅連贏位都有啲分頭噶，14倍啊！好嘢啊！我咧第四名有两势，1号、10号平头嘅。我哋睇咗预计派彩先，跑第一名2号轮转乾坤道人派167蚊，位置派33.5元。跑第二名系4号嘅嘉宾大王，位置派12.5元。跑第三名3号仲有，位置派14蚊。连赢位二搭四派141.5元，三红彩2号、4号、3号派1644蚊，单贴派131蚊。位置 Q 二搭四派50蚊，5号二搭三派86.5元，三搭四派21蚊。跑第四名系平头嘅1号嘅创基宝同埋10号嘅现代财星。啊！現代財星都冇乜嘅啦，咁都跟住仲捱到個第四啊，平頭。不過撲上嚟嗰啲都幾恐怖啊，係創基寶同埋四平八穩啊！呢個第四係難搞。如果中意熱門嗰啲，起碼仲～掹住只十先咯，不過俾人分咗一大橛。哎呀，冷門行頭，陣間我諗四重彩都好好分啦。幫佢分一半。大招啊！唉，15/4啊！嗱嗱冧，嗱嗱冧。係啊。今日出三隻贏兩隻啊！你嗰個講玩啊！仲有就睇下呢個第三會唔會有分家定係點？如果佢真係仲可以留得住喺四班咧，即係呢只馬就算好唔足都好啦。佢啲四班真係你有個胚就好容易啊！話佢個第三完全冇威脅，睇跑都加唔到佢三分。係啊，應該就冇啊，應該加唔到。應該就如果佢跑完呢場再好啲嘅話咧，佢下一次其實我哋都係繼續留意住仲有咯。冇計啦，佢都過唔到嘉賓大王，佢個第三就咁都。都賺啲好文嘅啦，個第三。係啊，係啊，佢唔係佢仲係即係唔係話太足嘅真嘅，佢有1200磅本身馬又大冧啲啊，跑完呢場之後熱咗身啊，希望下一次更加好。賽程係多嘅，9月尾10月10號咁都有嘅，4200啊泥地。至於嗰只踏雪明區就一路喺個裏邊啊，我哋自己其實都本身賽前都有中意佢。但係佢好似都有啲阻阻窒窒啊，跟住就冇咗咯。四連買有兩飯啦，1234派409蚊，2340係派74蚊。咁啊，睇下四重彩啦。2号、4号、3号、1号派10983蚊，2号、4号、3号、10号派3203蚊。睇下第四名平頭嗰張相啊！我哋開面嗰只就四平八穩嚟嘅。係啊，突然之間呢場哇行出嚟山勾勾咁撲上嚟，我哋都同個
血統嗰啲關係啊。翻嚟福榜啦，鄭宇田。佢個開頭都幾好喎、啊、開來又有馬贏，今日又有馬贏啊！嗰只仲要是後備騎師咁樣啊，真係有啲運仔啊！今年起步最快就係佢噶啦，佢就勝咗一樣嘢，跑法主動，一定可以等頭走。係啦，砰一陣走出嚟，你哋嚟追啦！咁嘉賓大王都係一定咁跑噶啦，喺個二搭手嗰個山位啊，睇下直路追唔追到你嘅啫。咁啊入邊有隻支線尾啦，咁啊然之後就陣間 cut 咗埋佢之後咧，後邊啲搭雪明區都會俾佢阻到。搭雪明區咧又。跑起上嚟又唔敢騎，係啦，騎嗰兩步驚佢上口，不如跟啦咁樣。你跟住就折線尾響一檔咧，即係唔放唔折線尾，即係離地又冇乜運行啊！開面有隻愛環皮咧，粉紅帽仲有啊，然之後正是你去隔離嚟噶啦。咁啊，開邊有隻現代財星創機寶，然之後尾嘅三隻四平八穩，開面秒殺貼欄嗰只就星力啊！哇！創機寶沿路都四疊五疊咁喎，唔食禮啦，反而俾佢撲到上嚟。一入到直路，人哋仲系撳住嚇，你嗰只嘉賓大王已經要呃啦，誒仲有啊，連打到甩鼻啊！可能俾打開咗嘅喎，搭雪明區都，但係又冇喎。即係過往跑泥地點都有得追啊！我上季尾嗰場嘅賽績都係，星力兜過佢都仲追得好過佢。你話論餘勢嘅精力真係好嘅，太短咯喎，千二就不過就睇下搏佢第一個 run， 千二有冇得近下？行到福榜完畢嘅啦，派彩作實。位置 Q 二搭四派50元，五毫二搭三派86.5，三搭四派21元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派409元，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十号派74元。四重彩二号、四号、三号、一号派10983元，二号、四号、三号、十号派3203元。